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赖玉文。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二，持续受到寒流的影响，各地的天气其实都非常的寒冷，尤其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波寒流最低的温度就是现在最冷的时候，预计在台南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低温只有6到9度，请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寒冷的天却挡不住慈济人的热情和温暖，看到的上人行脚已经来到了高雄静思堂，昨天的岁末祝福的活动非常演绎非常的特别，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志工们出动平常赈灾用的救难艇来象征法船，表示慈济人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来志工的推动之下稳稳的出航。而现场也看到了荣董仁医慈警还有教育功能团队们齐聚的发愿，要凝聚这样的力量，紧跟着上人的脚步。其实啊，每一场的岁末祝福都是充满温馨的故事，还有人品典范。日前上人行脚台东的时候，更是赞叹了环保志工的投入和用心。所以我们看到了台东环保站这一对的夫妻档，他叫做谢瑞花还有张瑞穗。其实瑞花师姐啊，她是环保出车团队当中很重要的人力之一，负责到各个环保点来再回收，一做就是16年。而瑞穗师兄啊，因为日前有轻微的中风，造成了行动不便，但瑞花师姐呢，带他来环保站打发时间啊，其实让他越做越顺手，越做越欢喜，让老年的生活更加精彩。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志工，有73岁的环保志工，他叫做吴清丽，他其实原本有这样的一个视神经的病变，但12年来他坚持要自己从家里走到了环保站，但因为呢是中风，眼睛又是全盲，其实啊看不见的他认为环保站就是最美的道场。谈到了台东的环保，就会想到曙光环保站，他会在太麻里，在2008年成立到现在，其实经历过几次的天灾，但是都没有浇熄环保志工的热情。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影片一起来看看这一群菩萨的身影。好，早早早。那么早要去哪里啊？我去载我们的老菩萨，那来做环保。坐落在茂盛的苦楝树下，这里是慈济在台湾最东的曙光环保站。这里自2008年1月20号成立至今已经12年，全站大约有10位环保志工，平均年龄80岁以上。在第一道曙光洒落之前，环保工作已全面启动。这群老宝贝大多是务农人，体力好，动作快，年纪最大88岁。比较快乐。为什么会快乐？身体健康。我的家乡在台东县。有歌声，有笑声，就有林金花的存在。12年前协助盖起环保站的一砖一瓦，至今从未缺席。一瓶就会救了多少人了，一瓶而已就救了全世界了，不会累，很幸福。保特瓶是曙光环保站的宝，志工主要会把透明无色的保特瓶整理成袋，让台东环保站做后续处理。而这么多的回收物，全靠志工一趟一趟的再送。你刚才来载，你水够甜甜。已经高龄93岁的金玉阿嬷，瘦瘦小小的身躯，一个人可以捡这么多回收。我给你载7、8年有啊了吼。阿嬷，你有什么爱 Q 这啊？爱心。爱心啦，爱地球啊！当年金玉阿嬷的儿子溺水往生，慈济志工张凤兰耐心陪伴，带着他做环保，走出丧子之痛。那相对你会丢，吼，找无几个90几岁，搁做环保做到这年纪。张凤兰在地耕耘20多年，是胎麻里第一位环保志工。老旧的小货车陪他上山下海，穿梭街头在环保。环保已经30年了，希望我们的环保菩萨能够一直招生，大家更多人来投入，来行善。
着长长的海岸，环保队长陈元山每周至少两趟到日本再回收。做，包括咱的气炭、那个油炭。顶着烈日，汗如雨下，七十岁一个人来来回回用回收物填满三吨半的卡车。我们一个地方都不想放弃，希望说大家都走出来。天下的米粒实在很重，所以我们到处都是有机会，我们就是鼓励人家出来做环保。三年前太麻里义诊，陈元山认真捡垃圾的身影感动了志工吴春叶。后来他越做越有心得，把婶婶也带出来投入环保。伊就叫我讲，无咱咧环保场做好无安尼，我就甲讲好啦。较一人较有力啦，啊，当时做会做啊。身体力行，一个又带出一个。曙光环保站走过12年，无论经历88风灾还是尼伯特台风，志工脚步从不停歇。以前在家里是家里的前面就是环保站了，现在搬过来这一边，很感恩上人了，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家哈，你要去外面赚钱没有人要嘛，不如就到环保站来。一人抵两人用，对他们来说年纪不是问题，用最美的双手擦亮太麻里，传递热爱环保心。确实哦，看到环保菩萨的用心跟投入真的相当的感动哦，更看到有这么多的老菩萨其实已经都年迈到90几岁了，其实身体啊还有动作都相当的利落，也看到好多志工哦，其实做环保其实非常的开心，也在那边唱歌跳舞啊，其实笑声总是不断哦。10多年来啊，环保志工就像我们的典范一样，希望可以带出更多的年轻志工来接棒，延续环保志业，守护这样的一个家乡，其实啊也看到了这样很多的志工，其实4年多来在台东的环保站啊，其实即便身体不适啊，其实透过做环保就可以让自己的人老年生活更多彩多姿。就如同上人日前在台东行脚的时候就提到，感恩环保志工把爱汇合起来，不怕脏乱，总是手脚利落的在做分类，更提到许多老菩萨虽然不认识字，但是行行出状元哦，人都是分类的高手，要感恩全球慈济人愿意做上人的眼睛和手脚，来爱护地球，抚慰苦难的众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恭敬的聆听上人开示。咱拄则看到咱伫台顶，伫起来伫咧讲话，那就是在太麻里，日头出来。第一道曙光啦、啊，对迄个所在先照着。古早师父拢是爱安尼虔诚，这些请咱每一年的岁末祝福，师父都是坐着巴士。安尼呢，一站一站行，一站一站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向着慈济人呐、啊，把握因缘，能接近，要甲伊讲感恩咯、哦，感恩，师父感恩大家啦。一大家人呢，也感恩师父，因为呢有助者，助者呢，大家人迄、那个爱的因缘汇合起来，有菩老菩萨都甲师父讲，师父啊，加载哦。咱有助者，阮才会当一群的老人伴，有迄个因缘会合，啊，伫环保站，啊，阮哦，足有意念的，古早啦，拢会感觉讲哦，老来无路用啦，啊，即卖呢，大家人。汇合起来，听师父讲经，哇！大家人听到法喜充满，听
听了后呢，大家人啊，都赶紧哦来分类哦，环保车载回来啦，一车一车回来啦。大家人呢，唔惊垃圾，总是呢，围着一堆一堆坐落来，脚手足美丽的，都安尼呢，一个色一个色，看看分类。啊，这恁比师傅较内行啦，老菩萨啦，恁讲都拢唔捌字。啊！恁拢会晓批呀，师傅吼都无法度啦。伊吼分甲足清楚的哦，这就是人讲行行出状元，捌字唔捌字，基础啦，捌书啦，捌字啦，上好啦，真正是。我到处啦，所看到的每一位啦，都是菩萨。我定来讲，咱台湾人啊，哎，好好感恩，感恩台湾平安，台湾真平安。你知影国家，我拄则伫车顶，嘛是手无离开吼，即块。因为呢，真多的资料拢会回转来遮，予我，我都爱一直看国际间多一个国家安怎样，哪一个地方什么事实。所以讲哦，范围无大，我的范围无大，但是呢，眼界爱真宽，到处呢都只讲啊，做师傅的目睭。做师傅的两只手，做师傅的两只脚，我要行到倒位去，倒位都有住这人替师傅，在每一个乡村镇啊，大家人都行到位去关心、去付出，在做菩萨，敢唔都是拢安尼呢？台湾是安尼，全球瓷器人。确实啊，在台东不仅有环保志工的投入，更看到了慈济人深入当地的用心哦。就像在丰田国中，慈济志工常年的陪伴，爱的足迹遍地开花。日前呢、更为丰田国中的学子来募集20部的单车，要来让他们壮游台湾的计划，把这样的单车捐赠给学校，让学校的单车社团能够来完成人生首次的2天1夜的行程，180公里长的公路挑战啊！校长说，让孩子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学会为自己做好准备，更感恩慈济沿途上的协助。其实啊，丰田国中一直都是慈济基金会关怀的陪伴对象。其实从2017年开始就开始捐赠学生的早午晚餐，这更在孩子身上看见了感恩的心，把这样的爱付出到更多的地方，让爱传出去。提到了丰田国中就会想到足球队哦。其实慈济从2017年开始，每年补助费用，让学校能够稳健的推展足球运动。更在去年的4月，足球队更拿下了全国中等学校国中男子组的第一名，是有史以来台东的第一座足球的冠军奖杯，让这一群年纪轻轻的球员用青春热血来做光明灿烂的人生。不仅是台东的志工，其实放眼天下。慈悲的身影从不缺席，我们看到了泰国清迈学校的师生，连同了慈济志工，连续17年，每年年底呢，每到了年底呢，都忙着为偏乡的三村的居民来发放付出，一天之内为方县10个村庄1000多户的人家送上了寒冬的物资，师生们忙得欢喜，也做得踏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则温馨的报道。满载的物资不
好走的山路，是为了泰国清迈方县十个村上千户的民警期盼。方便人听话，方便介绍是进入路，介绍不能方便脑，更变化不困，南下方王，天干旱，该我走比买地的忙怎么行？每个米袋做成的大礼包都装有白米、食用油、泡面和御寒衣物。เราถือว่าเป็นเขตชนบทเนาะที่มีความเพียบพร้อมในด้าน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ในด้าน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พื้นฐานค่อนข้างจะลำบากสำหรับลูกบ้านชาวบ้านนะครับได้มีส่วนทางโรงเรียนหรือว่าทางมูลนิธิได้มาช่วยก็ถือว่าแบ่งเบา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爱的给予来自默默累积。清迈慈济学校创办17年来，每到年底最大事就是为乡亲的过冬物资忙得欢喜，做得踏实。看到了慈悲的身影啊，利益人群遍及全国119个国家。我们看到了巴拉圭的慈济志工在疫情之下来帮助生活困苦的民众来渡过难关，展开了这样的一个物资发放。这趟也坐着小岛来到了岛上来发送这样的一个物资，434户的一个家庭登记发放。烈日之下，大家也都耐心等候，更为长期卧床的两位20多岁的青年带来了轮椅，见证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走进去。也看到了马来西亚槟城的慈济志工杜来好啊，其实现在他已经80几岁的他啊，其实做慈济啊已经20多年了。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住在北海的他，每个月都会骑着摩托车，搭着渡轮哦，来到了冰岛来收捐款。其实这样的习惯到今天都维持不变。那听闻呢，渡轮要即将走入历史，他也坦然的改变，他继续的希望可以身为慈济人这样的使命继续的付出。而在中国大陆的志工更是寒冬送暖，路再远再艰难，志工的脚步都走得到。所以啊，我们看到就如同上人呼吁人人要发挥生命的价值，就要将佛陀的教法爱的能量普披在全世界，更提及了世日已过，命亦随减，要盼望大家把握时间来发挥生命的良能，共同创造生命有意义的历史。但愿所有的人能够力宏誓愿，精进的付出不空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恭敬的聆听上人开示。哦，咱的生命爱发挥价值，咱也无得出错，咱每一个人吼，即马一少年人啊，拢是离乡背井，个人的事业，个人的家庭啊，啊咱老人啊要安怎啊？哦，唔惊，阮这个大家庭、小家庭，大家人去打拼，阮会当伫大家庭的内底哩。啊，这拢是阮的亲人，华亲啊，是永恒的，是生生世世，因为我们共同发一个念，好念，发一个愿，好愿，弘誓愿呐，弘誓愿，咱大家人都有立弘誓愿，愿爱宽。那心爱宽，愿爱大，咱能管，大家人合起来呢，都满天下。所以，共款叫做组织人，唔是干那台东，唔是干那整个台湾，是在地球面顶啊，慈济人踏过，付出，帮助，已经。119个国家，看到各位菩萨恁的情形，而且恁是有历史的，大家人好好的把历史啦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的，还要努力，似乎无法度呢。一年来改变，但是呢，恁会当替师傅做师傅的脚手，讲师傅要讲的话，那要好好的照顾好地方，咱爱把佛陀的教法、爱的能量普遍啦，在这样的土地上，这是师父爱大家人把握家己的生命，利用价值爱做，也若无人生无常，时间空过，时日已过啊，命已随尽啊。总讲一句，时间未留予咱，咱要捉时间呐，也都爱真拼。所以用时间来做咱生命有意义的历史，现在开始要展开啦，写历史。一直甲恁讲哦，恁找会晓写的人，恁赶紧甲我安怎入组织。组织在做什么？就是大家人赶紧留历史，恁拢是历史的人物，唔通把家己轻视放过了。咱是组织历史上的菩萨，所以即嘛菩萨家谱啦，得要建立吼，这个大家庭，恁来好好多用心啊。感恩上人开示，确实啊，所有的人都是一部大藏经，爱的历史要把这样的足迹留下来。我们也看到了第二波上人的行脚，岁末祝福还有温馨座谈已经从台东开始了，从台东这样的一个东海岸沿路来到了高雄，现在上人在高雄跟所有的弟子们做这样的温馨座谈，还有岁末祝福及受证。紧接下来啊，就要准备前往的就是台南了。其实从岁末祝福当中，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慈济志工的善行，更感动了许多的人哦。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慈济人汇聚在一起，更邀约更多的会众一起来参与这样岁末年终的祝福。看到慈济人的人品典范，还有见证来利益人群，服务人群来服务社会，更感动许多的民众一起来由荤转素来守护大地。所以啊，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前，四大不调，气候极端的现在，需要电视机前的您把握时间，身体力行来发挥生命的良能，更邀约人人一起来如素发挥平等的爱，更邀请在疫情邀请大家来吃素，这样就能快速消灭这样的疫情。感恩您的收看，志工早会祝您有个平安健康的一天。去。